国家动员令和行政法之后，经省委省政府和省一区领导共同确定，广东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同志们，下面我们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主要是研究我省有战术启示有关重大问题。首先请张宝同志传达国家动员令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转入战时启示的指示精神，提出平台转换建议。我先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动员令。常委会议扩大会议，主要是传达上一命令指示，领会意图、研判形势，明确平台转换的主要工作和总体要求。军委书记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建议按照停战衔接、军地联动、快速联系原则，重点抓好以下三小工作：一是构建国防动员指挥体系；二是实行战时工作机制；三是做好战时管制准备。好，下面请大家统一发言。按照托育决优、精品动员作战概念引领。基于广东使命任务及三条建议：一、迅速构建军地联合指挥体系；二、统筹做好战略决胜动员准备。南海方向重点是补兵员、保前推、保装载、保航渡、保登岛；南海方向重点是补盲区、维权益、援运输、护岛礁、控海域。据此，我认为应当按照需求主导、统分结合、把握差异、精准施策的思路办法，统筹做好战略决胜动员之前准备。三、突出转化新域新制资源潜力，要着眼有效弥补部队网络，坚持把科技动员摆到动员之前准备的突出位置来抓，由省军区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深挖转化侦察预警、网络攻防、搜救、跨海投送等决战急需的新域新制潜力，确保集优驰援，保障战略决胜。书记、副书记，我的意见是坚决执行党中央、习主席的命令，坚决完成支援保障战略决胜的广东使命，提两点建议。第一，迅速成立军地联合指挥部党委；第二，高度关注自身防卫问题，坚持底线思维，未雨绸缪，未攻先防，全程防卫，以珠三角超密城市和区内重要军事民生目标为重点，及早筹划统筹做好对空防护目标防卫的各项临战准备工作，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保持动员潜力稳定持久。我补充一点建议，就是按照一手保全线、一手抓稳控的思路，从严从紧搞好社会管控，启动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机制和战时管控特别措施，把前些年新冠疫情防控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战时社会管控的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序、社会大局稳定，为战略决胜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其他与会领导提出相关建议后，省党提出有关要求，省委书记作出决策部署。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是根据党中央部署，按照保生产、保动员、保打一的要求，科学统筹，有力有序地组织生产、全厂扩厂、稳定生产，全省各级各地区各部门要迅速把工作重心从它经济发展调整到保战略决胜上来，要按照军民一体、军品优先的原则，统筹抓好军需生产和民用生产，要有针对性地出台战时政策措施，鼓励引导和支持列入新域新制潜力资源名录的高精特新企业，
全产扩产，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指导帮助省属企业、重点民营企业流入工人，稳定生产。与此同时，还要早点有效防止化解资源断供、产业断裂风险，多措并举，做好动员与反动员、域内动员与海外动员的工作，确保重要战略物资供给安全。同志们，战略决策事关民族复兴伟业，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影响世界战略格局。实施平战的难办，是打赢国家总体战、全局政治战和新时代人民战争的关键之举，必须抓紧抓好。一，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转的自觉，不惜一战粉碎台独和强敌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自觉强化广东担当，以高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众志成城，资源保障战略决策，确保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二，要统好组织指挥，明确转的合理。刚才周河同志、周新同志分别提出了，开设军地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党委的意见，我都同意。按规定报战区党委审批，整个行业专项指挥所要坚决服从联合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军地各级各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协同，确保党政军情一体联动，合力制胜。三，要统筹把握，统筹推进落实，提升转的质效。总体谋划上要精准把握平战转换的节奏、范围和强度，既全力保障部队所需支援前线作战，也兼顾群众生活，确保后方稳固。动员重心上要统筹台海与南海两个方向，海上与陆上两域保障，传统与新式两个力量，省内与海外两种资源，聚焦聚力资源保障台海方向。组织实施上要统筹经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地区、一般行业领域与重点行业领域，确保高效有序转入战时体制。四，要统筑战时管理，稳固转的底线，要筑牢底线思维，紧贴我省外来人口多、工厂企业多的实际，严防金融起立潮、工厂撤离潮、民工返乡潮，要紧贴我省战略通道多、重要目标多的实际，严密做好保障俘虏、目标防卫等工作，严防敌打击疲劳，要警戒我省毗邻港澳海防线长的实际，严防敌渗透破坏、以港乱中、以乱扰战等等。总之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确保稳住人心、稳住秩序、稳住后方。会议结束后，省委办公厅印发会议纪要，建议各部门按照会议部署立即开设经济联合指挥部和专项指挥所，具体筹划部署，组织展开全省平战转换工作。各位首长，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战转换指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我省于4月18日18时完成军地各级指挥机构开设。一、指挥机构编成编省军地联合指挥部、南海方向指挥所和若干专项动员指挥所。省军地联合指挥部由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和省国民委相关成员单位以及配属的武警广东总队、武警机动60队、海防311旅
新干人员编成，为沈军区作战指挥中心开设，适时向沈战备指挥所转移，沈军力联合指挥部作为本辖区指挥运用国防动员资源、组织动员落实的最高决策指挥机关，直接接受东部、南部战区指挥，重点筹划组织战略决胜国防动员行动以及全省防卫作战行动。南海方向指挥所由指挥部新干力量编成，适时向湛江地区派出，重点负责南海方向海上参战之前行动组织筹划与指挥控制。专项指挥所依托军地有关部门和行业系统，组建人民防空、交通动员、国民经济动员、舆论宣传、维稳治办等12个专项指挥所，为各牵头单位开设，在省军地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分领域主持落实动员任务，主持指挥专项行动。二、指挥所编组，省军地联合指挥部省委书记为总指挥员，省长、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为指挥员，编指挥控制、国防动员两个中心，管理协调、政治工作、后装保障3个部门。指挥控制中心主要负责保障指挥员定下参战之前行动决心，指挥控制地面防卫、海上侦察、人民防空、协助反恐维稳等行动。国防动员中心主要负责保障指挥员定下动员决心，组织协调落实国防动员任务，组织动员支援集结、输送、交接等行动。其他3个部门分别负责相关领域的筹划组织协调工作。三、指挥决策运行机制，建立统一领导、分域决策、协调落实的指挥决策与运行模式。一是设立统一领导的指挥部党委，第一书记由省委书记担任，书记和副书记分别由省军区政治委员和省长、省军区司令员担任。党委集体对参战之前和国防动员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决策。二是明确分域决策的分工负责制，党委作出决定后，由指挥员分工负责贯彻执行，省长负责组织动员任务落实，省军区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参战之前行动，协同省长组织动员任务落实，省军区政治委员负责组织领导政治工作，协同司令员组织指挥有关行动。三是汇聚协同落实的工作执行力，建立事务协调、联席会商的机制，事前会商问题清单，事中反馈动员进程，事后联评成效成果，实现快捷高效指挥。四、指挥保障体系，在依托数据信息室进行保障的基础上，按照省级一个营、市级一个连、县级一个排的规模，各动员一支信息通信力量进行保障，利用军地各级手段，主要构建4条链路：一、军委联职中心至战区联职中心至省市县军地联合指挥机构指挥信息链路，主要依托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机要远程递送系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二、军委国防动员部至省军区领导管理和业务指导信息链路，主要依托509+平台国防动员业务信息系统辅助动员组织指挥。三、省市县军地联合指挥机构至任务部分队指挥通信链路，主要依托超短波、天通一号卫星电话建立动中通、机动通信。四、军队至地方指挥通信链路，依托红机、电子政务内网、机要密码系统相互通联，在地方相关部门互